Wow.这个管大不大？有点像蜗牛啊，麻辣口味的。老婆脚，饭前一粒白芸豆。好完整啊。超级爱。最爱吃的一种海鲜。我们这老贵了，30块钱一斤。
完整啊，一定要完整出来，完整完整完整。哇，直播间吃灌汤包，番茄一粒白芸豆，肉